盘点全网找这样的女朋友多活十年。你过来，你看我今天拿手刃人，我这辈子没这么丢人过。你让我订蛋糕吗？你拿我干呀？我让你跟老板说，写张条子生日快乐。你咋说的？我写的就是张条子生日快乐。我让你写张条子。我写的就是张条子。我妈叫张条子呀。我就说为啥写张条子呀？不是张条子，也不是你妈，你背着钱呀？哎呀，来冲我来了呀！气死我了，你走。哎呦你妈！等一下。分手可以，但是能不能让我最后再牵着你的手？行吧，只要你挣脱了，我就同意分手。拿来吧！哎呦你妈！赶紧走，滚吧滚吧，赶紧走！干啥呀？你在哪儿呢？我马上到家了。你干啥去了？我吃饭去了。你跟谁吃饭去了？不是，你怎么信不着我呀？我不是信不着你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跟谁吃饭去？我吃个饭，我还能跟谁去吃？我就跟妈老公，我把你拉饭店了。啊、你等着，我现在我就去接你呀。又咋的了？咱俩搁哪吃的饭来着？半月我咋花二十来万娶你的待遇？我咋看上你了呢？还早给我你妈捧了个傻逼。啊你旁边才躺个傻逼，你旁边躺个大傻逼，你旁边天天躺大傻逼。你忘的假装心伤心像一瓶花只能喝。绿豆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好，这个奶你喝了啊。好的，厨房里的碗洗一下。没问题，我先走了啊。好好小小，你手机怎么忘家里了？你没拿手机啊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放哪了？来，宝贝，我考验一下你的智商。哎，答对有奖励。说。大声说三遍：李白姓白。李白姓白，李白姓白，李白姓白。李白姓什么？白。说三遍有有有有有有。再说三遍有有有有有有。你和猪有没有区别？没有。这边吧，快快快，帮我划一下，卡里边的，卡里边的，帮我用力拔，往用力拔。拔。哎，不行不行，疼疼疼疼。你咋办？抹点洗洁精吧，抹点洗洁精。咋会卡里面？我早知道上次买那个东西洗的好。用力拔。用力拔，不行，再弄点，再挤点，再挤点。那行，再挤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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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拔拔拔呀！火，干啥呀？起步打火。打火，你别说点火行吗？不术语吗？快点的，下一步啥呀？你考我呢？那就提醒一下呗，能咋的呀？观察后视镜啊，观察后视镜，转向灯，行吗？观察后视镜，拿转向灯。打转向灯投降呢，是啊。哎，对，这是往水都给它往上滋。东北零下二十多度，一会儿就冻上冰。咱俩一会儿穿上冰刀上这嘎、我打滑子溜了，这一天。停吧，那就从这干家政呢。那啥玩意儿呢？哎，害子害子，使劲子，把这车全都给它冻上。咱俩一会儿就住这冰雕里头，我就给你造个冰雪大世界，多热闹啊！那就不会换个手吗？老公，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人家这个都是带定位的，有摄像头，它能实时监控你的位置。你，真的？对啊，你不信你去那边看看，那还有一个。他还真信呢。怎么样？对吧？没骗你吧？我靠，这太神奇了！行行，走吧，回家吧。哇，这高科技啊！今天。小朋友，是否有很多我好？你知道，你在我的窗帘外面憋得多辛苦。叶子人呢？叶子。我完了！我讲不下去了。唠了，不讲。
这走这么半天咋还没到啊？你记不记住到？你不说你记住到了吗？在前面呢，没到呢。我记哪个路口？哪个路口啊？走到就过四五个路口了。搁那路口杨哥路口吃草呢。你还搁站半天，这时候你搁那找羊啊？你是单点脑瓜有毛病不？你是单点有毛病是不是？就搁路边吃草的，进那个道口。几点了还吃草？啥时候事儿了？那我就记得吃草。老婆，我最近新写了一首诗，相当有意境。你还会写诗？那当然了。来，我看看。来，读一遍。卧春，暗梅幽闻花，卧枝伤恨底，遥闻暮似水，一头达春绿，暗似绿，暗似透绿，暗似透带绿。哎，老公，你行啊！没想到你还挺有文化的嘛。哎呦我的妈！